她叫葛洪，两晋时期著名医家。她一生抱朴守志，被后世尊称为葛仙翁。她叫蒲辅周，是1700年后的中医大夫。他人如其名，辅助贫困，周济病人，被世人誉为国医圣手。他体悟黎民苦难，平祸乱，治天花，助肘后背疾方，开中医急救之先河。他淡泊名利，醉心医学，善治极危重症，公开药方，免费义诊，终平定祸病。先生，您甘冒染病之险，一心赴救，面对满身恶疮的病患，您就没有一丝迟疑吗？凡有饥饿求救，皆应一视同仁，不得瞻前顾后，自虑吉凶。普君以恼来势汹汹，君力排众议，因地制宜，推新方。若稍有不慎，声名尽毁，君可惧乎？若能以我一人换百姓安乐，此生无憾。先生著医书，使天下人于危难间尚能有自救之法，功德无量。夫医者，当以扶危济困为己任，忠孝仁义为根本。普君不藏私心，急民之所急，忧民之所忧，此乃大善哉。愿世间无恶疾，人间无恶疾。